这吊吧，这看见您干活的高兴。别逗了，你看他还懂这个，他都为您赞美啊。好好好，开始叫上了。干嘛呢你？吃完饭了不？吃完了饭了吗？问您。我吃了吃了。是早饭是中午饭啊？早晨早点吃了。哦，奶奶在这干什么呢？这是喝的奶。干什么呢？是不中午啊，下午给做一个那个什么呢？这个花生酱瓜丁是吗？对，做一酱瓜丁也讨厌。嗯，这就这么点皮弄了。这花生是带皮的，紫的。嗯，煮煮。昨天泡了一宿，今天让老太太自己说，我给你们包吧。嗯嗯，不包它怎么吃啊？这个这都干净了。包完咱睡觉去。哎，行了。你就知道叫我睡觉，你不会别的。嗯，恐怕我跑了是怎么着？我哪儿也跑不了了，岁数太大了，要不然我就有地儿跑，随便我上哪儿去都可以，人家也要我。这老爸又喂蝈蝈的。嗯，叫啊。得了，他不听。关键时候都不叫了。不听你的了。嗯，现在这酱瓜啊，买了以后特别咸，咱先给它切，切完以后拿水得泡。嗯，这是酱瓜，这是酱黄瓜。嗯嗯，里边的籽儿一定要给掏出来，挖掉。嗯，咱们切小丁，咱们得拿凉水泡一泡啊，因为它里边酱油咸着呢。就这么泡着了，搁这儿吧。那嚼酱黄瓜也一样啊，切成丁。下一步咱们切肉了啊，把这肉好好给它整理一下。这正常得用那个猪里脊肉，对，嗯，不能让它有这白的，你看就这白的都不行，就是纯瘦肉。对。这个也切成肉丁，小肉丁，不要太大了。炒这个酱瓜丁啊，尽量放葱白，掺点葱叶也没事，但是把这肉给它稍腌一下，去腥，喝点料酒，姜粉，就这两样。咱把这花生米倒进去煮熟。咱先炒酱瓜丁吗，老爸？先不炒了，先把这鱼给煎出来吧，好吧？嗯，煎完以后，这个弄完以后，这比较繁琐，看看能弄出来就好。得等老妈回来再弄吧。别等他了，我跟你讲，等你全做熟了，立马就回来，跟约好了似的，等着呢。这都遗传。现在这酱瓜丁。泡的差不多了啊，关键一步炒这个酱瓜丁，这个得要攥一攥，明白吗？不能让它湿了吧唧，明白吧？明白，就是给它攥的相当的干。嗯，对，要不然你不攥干了，它不入味儿，明白吧？明白了。对，汤是汤，水是水，那不叫酱瓜丁，知道吧？来，咱们给它稍微攥一攥就行。嗯，我在这儿啊，两次的。我来转吧，老爸。我来，没事，不用这样说。嗯，你看这酱油汤吗？这东西咸呐。酱瓜丁开炒了啊，倒点醋油，把这个肉丁过里头。来点高度白酒。放一部分葱，里边有姜，里边有蒜啊。先放一部分葱和蒜。哎，对，来点黄油。咱应该弄那什么的，好了，走吧，这煸炒的花生米放进去。哎，咱这时候咱来点生抽，不要太多，一点儿。说咱把那个酱瓜丁、黄瓜丁都给它锅里头，
一起喝喽。不能搁盐啊，这会儿先别动着呢啊，尽量不要搅动的，一搅动容易出汤。嗯，对，喝点味精。嗯，离火搅动，先转一下。哎，看不出汤吧？没出汤，我记得。就对了，这时候咱把这点葱放里头，这是明葱是吧？哎，对，明葱放里头。最要紧的这一步得搁香油。嗯，香油搁这么多？对，这是离不开香油。好，哦，来点胡椒粉。撒一点芝麻，好了。这一下感觉什么都有了。哎，好了，这就成功。对，吃吧您的。哦，这酱花已经炒熟了，吃多少拨多少，什么呀？要是直接粘嘴的话，储存时间就短了，知道吧？嗯，刚才已经粘嘴了，我妈先碰了，是吧？急呀嘴，那没事。这不是就粥喝吗？咱们就米饭也行。哎，也可以，不要太绝对。晚上咱喝粥，晚上收了。好，辛苦了，同志们，今天我什么都没管。啊、吃吧，老妈。妈，您就管吃。妈，您什么时候管过呀、啊？儿媳妇又把手给那什么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小意思。你也多锻炼，知道吗？是，多切几回就好了。也多受累了，我那我还心疼呢。不是，嗯，受累受累。就你老妈今儿不回来呀、啊？你这再不回来，手指头都没了，是吧？没有，吃吧，快。好，吃吧，吃吧，同志们，你拿这个，对，放一边。吃吧，吃吧，同志们。尝尝啊！哎呦，这是我炒的尖椒土豆片，加上那红薯，我炒的煎那个什么蒜苗腊肉，这是儿媳妇炒的，漂亮。嗯，老爸做的那个黄花鱼。嗯，妈给您这个，这是我记着王小婷炒的，这个他跑一半，带伤上阵，手不是负伤了吗？对呀、啊，让大家看看手又怎么又切了三个手指头，这次你得别别别，还有汤，鸡汤、西红柿、香菜，不容易啊，媳妇儿，好好锻炼吧，太愣。给奶奶接鱼，没事，自己接吧，那么近，自己接。您那筷子也好使，接吧。给老太单独弄一碗吧。干嘛呀？没事，现在就喝汤，一会儿吃完饭喝汤。对，好吃。嗯，酱花丁怎么样？酱花丁我尝尝啊，有一种酒香的味道。嗯，也不咸，挺好。这酱花丁老爸有什么历史吗？这从哪传来的呀？妈给您这点水的。再说反正老人那是过年的时候都要做点这个。据听老人说呀，过年这几天呀，肚子里边油水太大，想喝点粥，那就什么不能就咸菜，哎，整出这么一招来，弄点酱瓜丁，里边又有肉丁，又有酱瓜，什么都是咸菜，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咸菜，更精致一点，好吃一点，这黄花鱼也好吃，新鲜是吧？是吧？对，想起这黄花鱼啊，奉劝大家一句。买来的海鲜咱赶紧吃，千万别冻冰箱里，尤其是海鲈鱼，一冻一星期醒俩星期就不能吃了，肉都散了。来，我给你盛吧，拿这个用筷子啊。老太太爱吃鱼，哎，你看精神点儿，对，中国红，妈这过节了啊，吃啊，能吃吧妈？老那么弄得那么严严实实干嘛呀？吃吧，宝贝，快，老妈吃吧，都饿了吧？估计辛苦了，我没做。四个小儿出去肯定就饿了，回来了，吃吧妈。不理你，不理你，老妈人遛狗去了，你。你吃吧，别热乎，我在那晒晒太阳。和谁聊呢，妈？自己晒啊。哎，没事。
这会儿太阳都不足了。我想什么呀？等这个饭呀，端到饭桌上，给你们打电话。你们上来，对，行了，嗯。你别挤着我啊！没挤着你，真是什么意思呀？真实的，真实的。我今天就是不想做这饭。没说您啊，你那么大脾气啊，是吧？今儿出料啊！今天哪个劳动都包，知道包东西，对。是是，人老妈平时也没少做，对。嗯，为什么呀？为了上电视台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还得嘱咐一下王小平啊，这个干活啊不能太猛，是。然后他是好心，就尽量让我少干点。嗯，没想到他这个切了不止一次两次的，我不小心切的是。这孩子哪路好啊？这点有时候干活稍微有一点太冲了。有点猛，嗯，是是是，我下次注意。我手牵了，我也不耽误干活，该干活干活，放心吧。你得这么说，是是是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都看没看见，没跟我说，我都滴答滴答的。哎，行，雪，行了，下次再不用干了，我来干了。不用，我该干，没事。快，宝贝，快吃，他爱吃鱼，快来，嗯，来，拿这把筷子，再问大家老头。我今天喝这酒香，我也基本上酒足饭饱了。真香，真香！我们都退席了，这老两口又搁这儿。说这个酒，这酒多好喝呀，我最爱喝这酒。嘿嘿嘿，自己家里酿造的多亲切呀！好，我们都退席了，老妈喝几杯了？这第四杯。别跟他聊了，一会儿第五杯又来了，不聊了，咱收了啊。退席了。敢。别霸道了。